为着要来协助着旅馆业者提升接待国际游客的能力，嘉义市政府办理113年嘉义市旅宿业辅导计划，协助业者了解当时申请穆斯林的认证。星月花园酒店嘛，伫咧最近顺利来取得穆斯林认证，好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嘉义市的时阵，佮加一个优质的带上选择。推动穆斯林认证是中央政府的政策，也是嘉义市政府最近这几档的辅导重点。今年的旅宿业辅导计划，嘉义市政府就特别将穆斯林旅客的接待纳入训练课程，鼓励业者申请认证。最近星月花园酒店就顺利来取得穆斯林认证，唔呐提供予穆斯林的旅客一个友善住宿的环境，嘛提升着嘉义市旅游产业的住宿品质。辅导这些旅宿业者申请穆斯林认证呢，是中央的一个政策，那也是市府这几年的一个辅导的重点。来到嘉义，来到台湾的这个外籍游客，也发现说，马来西亚就是穆斯林大众的这个国籍的游客，确实是，来台湾的外籍游客里面排名在前面的国家。我们就把辅导业者取得穆斯林认证这样的一个课程，把它排到我们的今年的辅导作业里面。那我们透过专业团队的协助，我邀请了国际穆斯林旅游产业发展协会的协助，那来到我们星月花园酒店的现场，来辅导我们的业者来取得穆斯林的认证。星月花园酒店总经理张以华表示，穆斯林一直是国际旅游市场真大的商机，而穆斯林对着用具、生活和饮食的要求，拢真接近着英雄的理念。星月花园酒店的经营理念就是对英雄的角度出发，因此饭店决定要投入超过100万的成本，顺利来取得认证。来到台湾的一个东南亚的旅客啊，大约57万人。那57万人里面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将近50万，那就是这个世界范围里面啊，穆斯林，我们穆斯林的一个教友啊，他占了19亿人，大约19亿人。那在这19亿人里面，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商机，在于生活面，在于用具面，在于它的饮食面，对我们来讲都很符合我们永续经营的一个理念。所以对我们来讲，我们会觉得它在于申请这个认证，是我们一个接下来的一个顺理成章的一个事情。目前嘉义市已经有 NICE 王子大饭店、兆平酒店、兰桂坊花园酒店、星月花园酒店、嘉南风华酒店以及安澜居国际青年馆，总共6间的旅馆取得穆斯林相关的认证。嘉义市政府呼吁旅馆业者拥有申请相关的认证，如果无了解到申请的过程，拢会当向嘉义市政府观光新闻处来询问。最新新闻，张定顺、王秀山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